喂，喂，那个说啊，小哥啊，那个，哎，我刚刚去那个菜地里面去干活去了，去地里面，哎，我没有手机放在台上，没个拿，没看到，我现在才看到，你到哪里呢？我现在，我刚刚，我的导航已经到了导进这进山了，就是到这个山这里，现在手机没信号了。这个路啊，很窄很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走错路了啊！我现在不敢往前面走了。你这个，你不是导航，刚才导航导完的那个位置是水泥路，你导完了以后，那个进土路啊，进山的那个土路，那就没有水泥路的时候没有导航了，没有导航了，你就上山啦，就上山，然后上跟着山。那条路直走，我来接你啊。上山，我来接你，那还个有路，很远呢，那个路好不很远好？呢。上山好不好走啊？我感觉这个路好窄，前面有没有车过来啊？有车过来，我这个根本就会不了车啊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没有啊，我这个深山老林没有车的，应该没有。但是路太险，路只有你的车那么宽，你得慢一点走啊。哎。有一个地方，你再下来看一下再走。那个地方就是有个水池，就是一个堰塘啊。那个堰塘那个路啊，就你的车宽呐，不知道你过不过得了啊。我现在往你这边走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好好好，那我就先往前面再继续再走吧。我过来再来会你。就是你刚才导航的那个位置，就一条上山的路啊，这个对。山里面就一条路，哎，导航导完了不是，导航在那里就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就是山路了。山路的时候是土路，土路的那里进来的时候非常，非常土路是非常窄的，没有那么宽。你的车呢就怕走不过的时候，你要下来看一下。朋友们，刚准备掉头走啊，走了一点，这个大姐啊，她打电话过来，她说。他说啊，他说还要往前面走，他说直走就好了。他说这条路就是这样，直走就可以到。哎呀，我就再往前面走吧。他说他在前面来接我的。又没路了，现在掉头都掉不了了。你看，那个地方过来，再往这里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现在导航也没有，去前面看一下吧。
完蛋了啊，朋友们，这还有路吗？有一条土路，有一条土路，路况非常的差呀。刚刚那个地方非常的窄，它旁边就是河，很小心的才能过来啊。那大姐说来接我的，现在人不知道去哪，我不知道在哪里啊。手机现在发不出消息了，又现在在这里啊，又没有信号了。他说来接我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接我，他到我这个地方要多远。嗯，如果是这样走，是不是这样走？我在想。嗯，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信号吧。他给我发了消息啊，但是没信号，我发的消息都发不出去了，一直收不到，打不开呀。大家看，这已经很窄了，这里根本就过不去啊。是这个铁笼子啊，这铁笼子很容易刮到我的车。我再试一下吧，这轮子走到这地方太危险了。